前，龚俊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九宫格美照，让粉丝过足了瘾。照片中，龚俊身穿浅色西装、深色西裤，内搭白色衬衫，佩戴深色领带，拍摄视角或仰视，或45度角，或平视，或明亮的背景，或昏黄的灯光，或室内或室外，多角度多场景的拍摄也是晒足了龚俊的帅气。白衬衫配上龚俊冷峻的脸庞，潇洒的步伐，扯领带的动作，真是分分钟演绎出一个霸道总裁的剧。身穿浅色西服，内搭白衬衫，穿搭造型看起来简约高级，气质高雅。这款西装版型韩式休闲，帅气利落，面料精致有质感，内搭白色衬衫经典时尚，斯文大方，配合雕像般的深邃五官，满满的禁欲感。白衬衫黑裤子搭配黑领带，一个纯真大男孩的形象却依然是绝地大 A 神，奶公奶公的，简直是净化心灵的存在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